啊，你好，咁依家講緊咧就係Wordsmith 嘅線啦，嚇咁呢條呢啲我哋嘅音頻線啦，咁佢本身嚟講就有埋降噪嘅呢只就 ANC 嘅嚇，咁就講下點樣安裝。咁首先嚟講，當然啦，呢個 jack 咁啊直接插翻落電吉他呢度，OK。咁插完電吉他之後啦，咁啊個 USB 咁順理成章啦，就插翻落個 PC 嗰度。咁如果 PC 或者 Mac 都可以嘅，咁就一插咧，好啊，咁啊睇到啦，佢嗰個元件方面咧就聽個叮一聲啦，咁就會好啦。多咗個喺呢個音效視訊呢個範圍咧，佢多咗個 Wordsmith 嘅 USB 吉他 adapter 嚇，咁呢個就係一定要有噶啦。當然嚇，當你一插入去嘅時候，唔使裝 driver， 咁一插佢就會自動安裝，咁就可以去 support 翻就係話呢個Wordsmith 啦，或者最新嘅Wordsmith 嘅加PS4 呢個 PC Mac。甚至乎 Xbox 都全部可以detect 得到嘅，全部都係佢整個系列嚟嘅。咁我哋依家撈到啦，咁就跟住落嚟，我哋揾個軟件行下啦。咁當然都係 Wordsmith 嘅軟件啦。咁我就依家個 PC 上邊有個 Wordsmith 嘅2014嘅版本嚇。咁當然你有新嘅、舊嘅，全部都可以撈到嘅。咁佢就係自動 detect 同埋自己行噶啦。咁你喺 stream 嗰度咁都有噶啦，通常都呢啲佢你係買嘅又好，或者你係其他渠道攞到呢個軟件嚟講，咁都係用呢條線嘅啫。咁都系咁样啦，入到去界面，咁我哋揾啲嘢喐喐佢啦，吓，咁例如我哋揾只。咁依家都個 jack 咧就插咗落電吉他嗰度咧，咁就調音啦。嗱，咁咧就係一樣啦，正常咁樣，咁就係撈到入去啦。再整多嘢啊！因為掛住錄影咧，就大致上咧，我哋係講緊係點樣安裝啦。咁就基本上嚟講就係好簡單嘅啫，一插個 jack 同埋連咗個 USB 咧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任何版本嘅 Wordsmith 咧都可以嘅嚇。就用完之後咁就咁樣，譬如你掹線咁就係
咁就即係你整個步驟嚟講咧，基本上就係、是、你總之一插條線，你見到喺裝置管理員呢度咧彈出咗呢個 Wasmith 嘅 USB 吉他呢、這個adapter 咁就得㗎啦。咁有一樣要留意嘅，咁就係話咧，我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，佢嗰個如果連接咗之後咧，有啲嘢要注意嘅。例如在那個聲音控制台這個位置，那我們呢看回在錄製這裡，那呢就是那當然啦，都是找回 Wasmith 那個錄音那個位置啦。那我們按回這個內容，那我們看回那個進階這裡啦。咁睇翻係咪十六原位嚇，咁同埋係咪 DVD 品質呢一個，咁就其他呢啲都係唔適合 Wasmith 嘅用嘅，咁佢淨係呢個setting 可以用得到嘅啫嚇。咁如果你發覺啊，你入咗 PC 之後，你發覺跳咗，你就一定要揀翻啱佢。咁其次咧就係、是、音效啦，咁播放音效方面咧就在播放這裡，那它都是你都是用回 Speeder 啦，那就去用啦，那就個內容那裡呢同樣呢都要隔回的、啊、都要是那你現在譬如它現在是16原位，那你最好都是調回去這個啦 DVD 品質這個16原位這個、啊、那它出來效果呢會更加夾啦、啊、那就如果你是其他那些呢，它都用起上嚟都冇乜嘢嘅，但係嚟講咧，佢個頻道咧，如果唔夾嘅話咧，咁就有時會出現一啲小問題嘅。咁通常嚟講咧，我哋都係建議都係校翻去，大家夾翻，即係話你嗰個 speaker 同埋個錄製嗰度咧，都同一個都係DVD 品質呢個16原位嚇，咁、啊、就可以㗎啦嚇。咁、啊、大致上就係咁樣，多謝曬你。